看看我们今天做个什么。这个黄柴生是我家以前做的，这个现在要加克重，加到108克。还有这些料呢，是做一个厚版的泥鳅贝尔，也是108克，就216克啊，做两个。黄柴生已经在打磨了啊，这个厚度啊，这个厚度你的料的呢？抛光是一个技术，更是一门艺术。这个80克的黄柴生要改108克的，还改小了一点啊，大哥主要就喜欢那种厚重的感觉。刀还是自己找，看看这厚度。